所以不像你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，其实很多很多行业都有它就是其中的这种道道。不是现在很少，就一直都不多。这都挺了多少年了，一直都不多。不好搞啊！2015、2016年，我操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三个小时，每个月播满25天。没有经验的可以，你们有想搞的就是可以联络我，可以给你们搞。我得先上个厕所，我操，憋死了，我这。其实这个东西不需要经验，它不像一些大的平台，你开播以后没有人看。像 YY 就是很小的一个圈子，如果你搞的东西很好看的情况下，就是也是很容易起来的。